好，我来看一下这里哦。他说有这两个二次曲线，好不好？他给我这两个方程式，麻烦你把这两个方程式把它图形的组合画出来。其实你观察一下哦，这平方相加，前面系数不一样，这基本上是一个椭圆。这平方相减，所以说这边是一个双曲线。好，第一件事情怎么算？我们先看椭圆好不好？麻烦你第一件事情先把这椭圆配成标准式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要怎么配？所以说先把有 x 在一起，所以 x 平方加上 4x， 4y 平方减掉 16y， 提出4好不好？所以 y 平方减 4y， 把等于4移过去，加4移过去变多少？减 4， 好，开始来配方，把4除以2配成 s 加2的平方，把负4除以2配成 a 减2的平方，行不行？好，配出来之后你看一下，把这边乘开是 s 平方加 4s 加 4， 这边是 s 是 y 平方减 4y 加 4，4 乘 4， 后面要加几？ 16。 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这边配出来事情， a 加2的平方加上4倍 y 减2的平方等于几？ 16。好，把大家除以几？ 16， 所以得到几？ 16 分之 s 加2的平方加上4分之 y 减2平方等于几？ 1。 那对照一下告诉我，老师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谁比较大？ x 比较大，什么型？左右型。所以要写出来是 a 平方分之 s 平方加上 b 平方分之 y 平方等于 1， 虽然是左右型的抛物线，哎，左右型的椭圆，所以中心坐标是几？令它为 0， s 是负 2， y 是几？ 2， 对吧？齁，来， a 平方等于 16， a 是几？ 4， b 平方等于 4， b 就是几？二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我们先找出这个椭圆，好不好？什么型？左右型，对吧？好，再看这个双曲线，不要怀疑，中心坐标是几？啊，负二一，对吧？哈，那一样，它是多少？它是 a 平方分之 s 平方。减掉 b 平方分之 y 平方等于 1， a 可以在前面，这什么型？这一样是左右型，这样行不行？ a 平方等于 4， a 是 2， b 平方等于 5， b 就是几？根号5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所以说麻烦你哦，去综合一下下好不好？麻烦你去把图形大概画一下下。好，你看一下，中心坐标是负二二 ，a k 是几？负二 ，y 是几？二，对吧？以它为中心，对吧？哈 ，a 是几？四 ，b 是几？二，以它为中心，以负二二为中心，对吧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往右移四格，对吧？哈，往左移四格。往上移两格，往下移两格，所以画出来的椭圆会在这，画出来大概会这样子一个椭圆，有没有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再看双曲线，以负二一为中心，以它为中心，对吧？哈 ，OK， 一样是左右型，对吧？哈 ，a 是几？二。往右移两格，在这；往左移两格，在这。画出来两条曲线，对吧？好，以这两个为顶点嘛，画出两个曲线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所以说，你看一下哪个答案比较接近？答案选几？选 Z， 对吧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麻烦你把这题整理一下。